Lucy 近日在完成了磨坊打歌舞台后，便全员一起开启了直播来和粉丝们共同庆祝，但因直播全程的画面都超模糊，让粉丝都看不清女孩们的面貌，因此而对 JYP 感到不满。女孩们在直播中还玩游戏猜拳，选出哪位成员来吃掉蛋糕，最后猜拳输掉的 Lia 一口吃掉蛋糕的动作真的可爱到不行。